I am the blade and明天应该就会有新的奴隶送来，在船上被杀的吗？是啊，避开那些太过关切的人。明天应该就会有新的奴隶送来，在船上被杀的吗？ 发现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你呢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 发现什么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发现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你呢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 I need to get his attention elsewhere. Is 明天应该就会有新的奴隶送来，在船上被杀的吗？是啊，避开那些太过关切的人。我会罩你，随时保持警戒。而你们也要信守承诺，好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会罩你，你也别忘了罩我。 在这里。
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 保持警戒。 保持警戒状态。 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 保持警戒。 保持警戒。 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 Innocents condemned to slavery throughout this fortress. I should try and free as many as I can. ...送你的事迹，谢谢你。
怎么回事？不会这么倒霉吧？ I need to get his attention elsewhere. 啊？有刺客！要是我们找到你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，站住！别再靠近了。哎，你，有入侵者！看好这些奴隶，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带来任何麻烦。尤其是刺客回来了，更要小心。那只是些谣言。是谁？报上名来。交警中，有刺客，在这里。来帮忙。这边，这里，有入侵者，在这里，来人啊，注意，入侵者。这边。保持警戒状态，没有人可以从我旁边溜过。
开你。保持警戒。我罩子会放亮点。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他们跑不远的。警报！注意！看好这些奴隶，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带来任何麻烦。尤其是刺客回来了，更要小心。那只是些谣言。抓住他！注意，这里，在这里。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没有人可以从我旁边溜过。拜托你帮帮忙吧。
斩！你站住！有入侵者，小心！哎，你看好这些奴隶，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带来任何麻烦。跑哪去了？尤其是刺客回来了，更要小心。那只是些谣言。拜托你帮帮忙吧。有敌人在这里，有刺客。这边，来帮忙。入侵者，有敌人。什么？这里没人。该死的老鼠！
看好这些奴隶，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带来任何麻烦。哎，你，尤其是刺客回来了，更要小心。那只是些谣言。没错，闪远点。警报！来帮忙！敲响警钟！在这里。保持警戒，喂，入侵者，注意，快叫援军来帮忙，在这里，这里，这边，是谁？他们跑哪儿去了？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他们跑不远的。拜托你帮帮忙吧。有刺客，
不会传送你的事迹，谢谢你。有入侵者！有敌人！这边，你最好快逃吧！有入侵者在这里，来帮忙，在这里，要是我们找到你，这里，来帮忙！这边，这里，有入侵者，在这里，你最好快逃吧，你死定了。Thank you.
站住！没错，闪远点！有入侵者！注意！在这里！你死定了！大概是风太大了吧。是谁在那里？这边，这边。我们在等你现身。注意，在这里，要是我们找到你，于大用派出加倍的人马巡逻了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听说刺客组织回来了。我也听到传言了，但很难相信那是真的。我们早就歼灭他们了。保持警戒状态，没有人可以从我旁边溜过。保持警戒，他们跑不远的。你有看到入侵者吗？我会一直睁开眼睛。保持警戒状态。他们跑不远的。保持警戒。没有人可以从我旁边溜过。保持警戒状态。他们跑不远的。最好滚远点。
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们？你站住！谢谢你，恩人。怎么回事？有敌人！要是我们找到你，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。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听信传言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听信传言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听信传言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
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听信传言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再靠近了。没错，闪远一点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没错，闪远点。他们跑哪去了？有敌人！怎么回事？在那里！要是我们找到你，我们在等你现身。小心！这边。你最好快逃吧！抓住他！哈！这边。下次我们一定会杀了你！站，有入侵者，小心！在这里，我们在等你现身。下次我们一定会杀了你。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听信传言，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怎么回事？卖出去的海，注意！
注意！在这里，注意！在这里。要是我们找到你。听信传言，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能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组织。别听信传言。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
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Me? 有入侵者!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. <别再靠近了。抓住他。笑>
好快逃吧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勇的任务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现在我们拥有的奴隶比卖出去的还多，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的。我想他在这里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了刺客。我听说秋菊现在在要塞这里，他来视察古大用的任务进度。
注意！注意！他这边。你死定了！该死的老鼠！滚！来人呐！要是我们找到你。